打劫摔车女骑士，男判拘役40天。蔡先生，歹念不可有哦，法律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今年7月在基隆的路上看到有人摔车，上前关心，帮忙叫救护车，这样做很好。但你看到人家的包包，却起了歹念，趁人家昏迷倒地之际偷走包包。你以为这样做神不知鬼不觉吗？人家到了医院，发现包包不见了，警察找到你，你还鬼扯说什么打算送到医院归还？后来调监视器才看到假借热心民众，然后把他的皮夹皮包这样带走。还好你事后坦诚犯行，并与对方和解，法官念你没有前科，也知道认错，轻判你拘役40天，给你点教训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趁人之危。